胶怎么清洗？如果滴胶弄到手上，应该及时的用纸巾擦干净，然后再用温水把手打湿，用洗衣粉、肥皂之类的反复揉搓洗干净。在使用滴胶的时候，最好手上戴上一次性的手套或者是塑料袋子之类的，防止滴胶粘在手上。还有在操作台面上垫上硬纸板或者是干净的塑料布之类的。滴胶最好是倒干净量杯，用纸巾擦干净，然后放到没有灰尘的地方，下次接着就可以使用了。如果滴胶的量杯需要清洗干净的话，可以使用香蕉水或者是高浓度的酒精来擦拭。滴胶具有耐水、耐化学腐蚀、晶莹剔透的特点。